大家好，我是夏凉小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凉阿姨。韩国电视台曾经做过一档节目《Black 看见恶魔》，这档节目的内容很特别，它算是一档纪实型的犯罪节目。制作者根据多名重刑犯的审案经历，对其罪恶的人生进行还原，从而审视他们的内心世界。节目里会有犯罪侧写师等专业人士出场，他们会根据节目中呈现的案情，对凶犯的犯罪心理及案件细节进行深度剖析。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个女孩离家出走开始说起。某天，韩国14岁的女孩纯净突然失踪，她在房间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说自己要和恋人私奔，不必寻找。纯净的父亲早些年去世，她一直和母亲全相书，一样相依为命。全妈妈独自在首尔市经营着一家旅馆，得知纯净离家后，全妈妈放下生意，赶紧报警。当时的时候，全妈妈有位男友叫陈乐珠，陈静留下的纸条是写给这个陈某的。陈乐珠的那对个，的，那你这样想的话，就会觉得陈静和这个她妈妈当时的男友关系还不错，是吧？要情愿要绕过她，告诉妈妈。失踪之后，陈某也确实表现出了着急的样子，他不仅安抚着全妈妈，还让陈静的朋友到处去打听消息，一切就看似。但是呢，纯净始终下落不明。这期间，陈某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全妈妈，她看起来很难受。但是当时沉浸在悲伤中的全妈妈，她没有注意到陈某在趁她不注意的时候，嘴角会偷偷地扬起微笑。杀人犯，那有点武断，但是我们看过很多案件，就接受采访的时候，那个阴笑，就是不是抑制不住的开心。42岁的陈某和全妈妈交往不过数月。在此之前，陈某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。陈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差。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他的右腿突发疾病，因为糟糕的身体状况，当时家里又穷，他不得不辍学。辍学后，陈老爹家里的人也没有给他好好的去医院治病，因为他们觉得，这要花很多钱，所以对于他困难的他们的当时来说，他们去找了一些偏方，因为花不了很多钱。这些偏方毫无效果，陈某的腿最终就落下了残疾。文化水平不高，又加上残疾，使陈某成年后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，所以他四处打工。不过他很有女人缘，他在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姑娘，两人很快结婚。婚后，陈老爹和妻子生育了3个孩子。他自己本身条件也不好，他生了3个小孩，日子过得很紧巴。惨淡度日的时候，他接到通知，他需要入伍服兵役。我们知道韩国的兵役制度，一定要去的是吗？当对，现在也包括是一定去，但是现在会有一些特免。如果他当时的情况，他现在可能会去服那种公益兵。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，当时就是残疾人也要服兵役。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，韩国有两个明星，一个明星他为了不入伍，他把他所有的牙齿拔掉了。为什么？造成符合不服兵役的一个条例。还有一个是你只要小学文化程度的人，你也可以不服兵役。他们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在国外读书，但是就小学不认可的也逃掉兵役。陈某服役后不久呢，他就遭到了横祸，他的妻子突然因病去世了。那他可以不用服兵役的，照顾孩子回来了。对，但是他没有从军队请假返家，他似乎就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。他的3个孩子因此因为没有人照顾，不久会被穷苦的亲戚送养，然后去向不明。陈某退伍以后根本没有找过孩子，他心甘情愿地成了孤家寡人，这种心理很难被人理解。当时有侧写师嘛，他们结合了陈某的童年经历，就觉得他是在逃避责任。逃避责任的陈某没有工作没有家，开始了一段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。流浪的时候，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僧人，做起了所谓的修行，住在了寺院里。那几年的僧侣生活让陈某对佛教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之后他离开了寺院，靠着手头的一笔钱经营起了一家哲学馆。所谓哲学馆，其实就是给人算命、八卦、看手相的小店。他其实没有算命的本事，他最大的经历就是借着那几年在寺院里学来的佛教知识，所以他用那些知识去忽悠别人。他忽悠别人的之余，还很有意的去探听客户的个人情况，特别是女客人。换句话说，他办哲学能馆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为
他白富美啊，找饭碗。你我们今天说是要讲他吃软饭嘛？1993年，陈某迎来了一位他让他人生发生巨大转变的顾客，就是全妈妈。全妈妈比陈某大6岁，丧偶，独自拉扯着14岁的女儿纯净。让陈某心动的是，全妈开了一家旅馆，收入不错，养活就是保给他一个饭碗毫无问题。对于陈某来讲，全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猎物。为了和陈妈妈拉近距离，陈某没事就献个殷勤，想尽办法接近陈妈妈。在得知全妈妈因为劳累经常腰疼时，他更是主动帮她按摩。一番努力之后，陈某赢得了全妈妈的好感，两人开始同居。陈某的吃软饭计划逐渐步入了正轨。和全妈妈同居后，陈某立刻关闭了哲学馆，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饭碗已经拿到了，那我去拿饭碗的寻找精力放在一个人身上。对，他开始侵入全妈妈的生活，并假模假样的帮他打理起了旅馆的生意。最初全妈妈确实被陈某骗到了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忠厚老实的伴侣。在这样的认知下面，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。陈某一看火候已到，他开始卸下伪装了。他对待旅馆的事情不再那么尽心尽力，能摸鱼就摸鱼，甚至趁着全妈妈不在旅馆的时候，他还是偷拿收款机里面的钱，就本性暴露了嘛。有几次他还谎称投资要找全妈妈借钱，好在全妈妈毕竟是一个就是丧偶独自抚养女生，她还是一个女强人嘛，她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，没有轻易的把钱给陈某。陈某知道自己就这个时候呢，陈某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操之过急了，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他就是为了这碗饭而来的。他想赶紧的把全妈妈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全妈妈的吸引力已经慢慢缺乏了，对，就淡了，缺乏可持续性，很容易被人家厌恶了。况且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陈某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脊椎受到损伤，直接导致了，就是他虽然没有瘫痪，但是直接导致了他的性功能障碍，他要依靠药物才能够行房事，相处时间久了，那就会暴露这个问题。全妈妈就觉得很吃惊，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。不过陈某很机灵，发现情况不对，赶紧又开始好好的去讨好这个饭碗，就使劲就讨好你，放低身段，各种各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着陈老爹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全妈妈就察觉到了他吃软饭的心思，便对他越来越不客气。但是这个全妈妈一开始就知道他应该就是这种，那也不一定嘛，开始可能只是在哲学馆聊得来，又有一个愿意帮我打理的人，但是他慢慢的暴露了，因为他那个急功近利的表现嘛。1994年8月13日晚上，陈某外出喝酒解闷，回到家后他被全妈妈数落了一番，这次陈某没有憋住，和全妈妈在客厅里大吵了一架。在一旁围观了整个过程的纯净忍不住开口了，你俩吵什么，还不如分手算了。纯净的话让全妈妈和陈某都沉默了。全妈妈估计觉得让女儿说出这样的话是感觉自己很羞愧，便不再和陈某吵架了，一个人出去散心。留在家里的陈某心情更复杂，因为在这个家里他发现自己做事情不光要看全妈妈的脸色，他更不敢得罪纯净。独自坐在客厅的陈某思前想后，决定先跟纯净聊聊，安抚一下他。听到敲门之后，纯净打开房门，怒气冲冲地说，大叔，你每天都被我妈妈骂，你没有自尊心吗？你还是离开我的家吧。陈某听到这里懵了，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一个14岁的小女孩驱逐，一股火气从心底涌上，一个14岁的小屁孩来骂我，对，要赶我走。在这样的思维下面，他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都化为了愤怒，他动了杀心。因为这个人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，所以在他简单的思维里，他觉得他好不容易咬住了陈妈这块肉，捧上了这个饭，因为他承受了各种委屈，他不能轻易的放弃。
这不能妥协。这样想着，夜深后，陈某悄悄走进了纯净的房间。当时纯净已经睡着了，但是他的脚步声惊醒了女孩。纯净刚要嚷叫，一双大手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他喘着粗气扼杀了他。他那时候妈还没回来吗？妈妈就是出去散心了，就吵了架之后出去散心了，一个通宵都没回来。对，所以就因为他一个通宵，表示夜深的深夜的时候，家里只有陈某和纯净两个人。纯净断气以后，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悔恨，而是决定错上加错，因为他决定毁尸灭迹。他用厨房的刀一下一下切割他的尸体，总共分尸了5个小时。这5个小时他妈都没回来？他妈整夜没有回来。血没有流出来吗？那他有清理、啊、那也清理不干净。5个小时他的部分皮肤组织被他扔进了下水道，尸块及骸骨则被他分成了30多块，装进了一个纸箱。收拾妥当后，时间已经到了案发的次日早上10点。虽然忙了一夜，但陈某还不能停下来休息，因为那些藏有尸块的纸箱必须要处理，因为那个犬妈妈可能随时会回来。陈某找了一个熟人帮忙，他说我有一批坏掉的猪肉，希望对方帮自己一起收拾。所以当天中午，在不明真相的熟人帮助下，陈某将用胶带密封的纸箱丢到了一处丛林里。他的这位朋友根本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，毕竟他也不知道，他就说啊，我有个迷宝。那他也没有问你为什么要扔在丛林里，不是扔在比如说垃圾桶里？那你要不去采访一下这位朋友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分析这个人，不是分析他的朋友。扔完纸箱之后，陈某回到家中，伪造了那张离家出走的纸条。陈某害怕笔迹会暴露自己，他没有手写，而是借助打字机笨拙地敲出来的。纸上写着，大叔，我是真心的爱着那个男人，他也说没有我就活不下去，所以我决定跟他离开，请不要找我，帮我转告我妈妈，让她忘掉我，在大叔身边幸福的生活下去吧。陈某在纸条上所写的内容，其实有的是发自他的内心。女儿跟男人私奔，对于父母来说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。只要犬妈妈相信了纸条上的内容，就不会将她的失踪大肆宣扬。这招不算高明，疑点确实很多。纯净作为初三的学生，本就在升学的关键时期，怎么会那么冲动，无缘无故的和人私奔呢？其次，我们说过了，纯净和陈某的关系很一般，就算他要离家出走，这个留言也应该是写给妈妈，而不是写给陈某嘛。而且你要写给陈某，你要写你也完全可以用笔写，完全没有必要用打字机啊。但是在当时嘛，犬妈妈因为孩子已离家失踪，她又回来看到这个字条之后，她第一反应没有去追究这个背后的故事，她第一反应就是惊慌失措，所以她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可疑。但她没有去找了呀，所以她去找孩子，她没有去把这个事情动到为什么会写给她，为什么会这样，她没有想。就说了嘛，他没有产生怀疑，只是去找了孩子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看似因为早恋而离家的纯净已经被他当时的枕边人杀害并残忍分尸。净失踪后，陈某一边照顾着犬妈妈，一边帮忙料理着他经营的旅店。陈某以为只要纯净不在了，靠他的好表现，自己和犬妈妈的矛盾会慢慢的消失，他的饭碗就可以捧得牢牢的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犬妈妈的脾气变得越来越躁，女儿毫无音讯，让她悲痛万分，还酗起了酒。喝醉之后，犬妈妈将心里所有的焦躁情绪都宣泄在了陈老爹身上。这样憋屈的日子，陈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连着犬妈妈一起嘎了。我可以把嘎了之后，他可以直接霸占他的旅店，一劳永逸。事实确实也是这样啊，嘎了之后挣。那为什么你也没有继承权啊？他们结婚了没有啊？ partner 呢？没有公证啊。而且再说他如果是作为一个 manager 在这个旅店的话，他也不用继承这个旅店，那我把赚来的钱拿走就好了。对，反正就那种家庭旅馆嘛，他说了算。嗯嗯，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陈某外出购置了几把手术刀，随时准备再次作案。
1994年8月21日的凌晨，全妈妈又因为一些小事对陈某破口大骂。发泄完情绪，全妈妈离开了家，去了旅馆补觉。她当时已经不愿意和这个陈某同床共枕了。早上8点左右，满心怒火的陈某来到旅馆，他知道全妈妈应该睡得很沉，他去了他的值班室后，直接将双手伸向了全妈妈。活着的时候就。你在熟睡的时候，我在熟睡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你这样按的时候，那是不是你会从睡梦中惊醒？就是你试图呼救，但很快他立刻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，闷死了。嗯，分尸了吗？你不要那么快好吗？我还要讲的啦。可能在他妈妈惊醒，他被弄醒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可能会有母女感应，想到我的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死了？这是我们推测啊，这是当时的侧写师去推测的。确认全妈妈断气后，陈某拽着他的尸体来到了旅馆的卫生间，像处理纯净的尸体那样，用手术刀肢解了全妈妈，并把尸块再一次装进了另一个纸箱。这一次他又找了另一个不明真相的朋友，将装满尸块的几个纸箱搬运到了一处工地。他还借用了工地的挖土机，将纸箱深深地埋在了地里面。全妈和纯净都被他杀死后，他自认从此人生将一帆风顺，于是悠哉悠哉地在旅馆开始收账，享受起轻松悠闲的日子。他觉得自己的杀人手法很高超，而且他去自认为他已经把尸体上的指纹都处理到，就算尸体被人发现，没有人会知道死者的身份，更没有人会怀疑到是他杀的头上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100%完美的犯罪，陈某所犯下的罪行很快就露出了破绽。全妈妈失踪的当天，她的闺蜜曾上门找人。陈某当时声称全妈妈去寺庙给离家出走的纯净祈福了。全妈妈的闺蜜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。午幕降临的时候，全妈妈始终没有消息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。闺蜜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她知道全妈妈就算去祈福也不会一放着旅馆不管不顾，这是她最看重的产业，而且她还要回家等待她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回来。闺蜜左思右想，觉得陈某有蹊跷，便以全某失踪为由向警方报告纯净失踪后，全妈已经联系过警方，不过当时警方并没有对陈某产生怀疑。短短几天，母女俩先后失踪，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陈某就难逃嫌疑了。警方随即对陈某展开调查，他们发现陈某伪造的留言纸上有很多低级的拼写错误。根据警方从学校那边获知的信息，纯净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，他不会有犯这类低级的错误。就此，警方怀疑这张纸条是由他人伪造的，而且伪造的人文化水平不高。陈某小学都没有毕业，所以他的嫌疑又大了一分。在找陈某做笔录时，警方故意让陈某手写一份自述，在写这份自述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拼写错误，那些错误和纸条上的错误是一致的。那份自述的主要内容，陈某声称纯净失踪的时候他在睡觉，而全妈妈失踪的时候他在一家草药市场瞎逛。陈某以为警方拿自己没有办法，但他自己其实就是不小心留下了铁证。警方在搜索他个人物品时，就翻到了一张高速休息站的发票。他自己说他在草药时间逛了一天的谎言瞬间被揭开。而在旅馆的卫生间里，警方又找到了陈某没有擦干净的血迹。顺着陈某在案发前的行踪，警方还找到了他购买打字机手术刀的证据。而面对这些铁证，陈某顿时就傻了。他也不是很聪明，他毕竟就小学文化，太笨了，小学都没毕业。他只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在警方的安排下，他进行了案情重现。陈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遗弃尸体罪，他被法院判处了死刑。然而，直到现在，陈某还在监狱里面安稳的活着。为什么？韩国也是一个有死刑，但不一定会执行的，不一定会执行的地方。
就是韩国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97年，就1997年的时候，陈某虽然已经入狱，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被判刑，所以他不在当时执行死刑的名单上面，而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执行过死刑。陈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逃过了死亡。更加讽刺的是，入狱之后他还当过网红。陈某服役期间，美国驻韩的部队里来了一位叫小亚的新兵，他主动找到韩国媒体说自己是韩国人，幼年时被领养到韩国，他想通过媒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在监狱的陈某看到了这则新闻，他联系了媒体说我就是那个男孩的亲爹。我们说过，陈某在服役的时候，因为妻子的去世和他自己不愿意去面对那三个小孩，他的三个亲生孩子被亲戚送给别人去养了嘛。但是至于送给了谁，去了哪里，就说不清楚，陈某也没有去找。现在有一个寻爹的小朋友冒出来，陈某突然想起了往事，不分青红皂白抢先认爹。 DNA 呢，就验 DNA 嘛，他先抢着去了嘛。证据，证据要讲证据。对，证据出来之前，媒体对这个死刑犯父亲和驻韩美军儿子的狗血故事进行了大肆报道，因为有流量有热点。在电视台的直播镜头下，陈某和小亚还搞了一个相认仪式，一时间陈某就成了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，以至于他已经家喻户晓到大家忘了他曾经杀了一对母女，只记得他和那个驻韩美军的千里寻亲的故事。接下来的日子中，陈某很入戏，他处处对小亚，就处处对那个小兵嘘寒问暖，给了他父爱般的温暖。然而真相总有揭开的一天，有家好事的韩国电视台给陈某和小亚做了一次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两人根本没有血缘关系。得知结论的小亚非常震惊，他懵了，当然这个陈某也懵了，他迅速的被舆论重新定义为骗子，而当事人小亚却选择原谅了陈某，甚至直到现在他还是一直称呼陈某为 father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陈某虽然不是小亚的亲爹，但是他曾经在寻找或者认亲的途中给了这个小警察父亲般的温暖，这些让这个小兵没有办法狠下心去惯这个陈某。而且陈某和小亚认亲时备受媒体关注，却一直没有真正的亲人站出来认说我才是这个小兵的亲人，这让小亚觉得陈某在某种意义上比自己的亲爹更好。他可能亲爹没看到。对，就他觉得如果他用恶意去揣测陈某的话，他这次认亲目的不纯。感觉他在媒体前编造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亲故事，这会提高他的知名度。知名度提高后，大家会同情他，他的死刑便就不会更轻易的执行了。但是虽然这件寻亲事件后来有了反转，就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他还是帮这个陈某洗白了一些。这起寻亲事件日后被改成了电影《我的父亲》，剧情集中在小亚对陈某的复杂感情上，整个事件中也被美化成了如父如子般的温情故事。以上便是在 Black 看见恶魔节目中第一位登场的杀人魔陈乐珠的故事。节目组会选择将陈某的罪恶人生公之于众，源于一封信。这封信是陈某写给电视台的。在信中，陈某回顾了自己的入狱前的人生，他特别提到和犬妈妈纯净在一起的日子很幸福。而他是幸福的呀，又不用用钱，又有钱，嗯，又没有责任，那是幸福的。嗯，他希望电视台能够将他的人生展现给观众，他会带着一份赎罪的心，每天都为犬妈妈和纯净祈祷。这样看，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深爱着犬某的好男人，
但是我们说过了，这个节目牛就牛在他们有犯罪侧写师，所以从犯罪侧写师的角度看，陈某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减轻自己的负罪感，当然他也期盼着自己可以借着电视台的东风继续寻求减刑，只提前出狱。陈某就是一个妥妥的机会主义者，主要有机会为自己减轻罪罚，只要有机会逃避惩罚，他就一定会抓住，牢牢的抓住观众，对，求关注的那种，对，就是说机会把握者嘛。他儿童的时候家里很穷，备受折磨，他们家里人对他没有什么爱，这导致他成年后不会真的去爱别人，他害怕贫穷，喜欢逃避责任，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，他想有钱却懒惰至极，他想拥有幸福却又不甘愿付出。有在入狱后他真的有在改吗？至少我们看到的是他抓住一切减刑的机会，妄想重返社会。他一直在表演，表演一位父亲，表演一位爱人，表演一个回头是岸的犯人。这样的陈某俨然是一只令人胆寒的怪物，这样的怪物世间并非一只。你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杭州杀妻的，就是陈晓东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朱晓东是上海的，杀妻藏冰柜嘛。杭州那个把妻子杀了，就通过下水道冲走的。这些人，他们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，而是直接起杀掉另一方的这种邪念。他们觉得杀掉另一方就比较快的，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他们从不会想如何去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，他们只是想着通过捷径或者通过逃避，让他们能够只要能够脱离眼前的困境，干什么都可以。对的，他们杀人之后，他们其实还在继续的逃避责任，因为他们编了一大堆的谎言来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。他们会因为谎言暂时骗到了别人而沾沾自喜，毫无悔过之心。比如杀死全妈妈后，陈某还留在旅馆内看店，因为他要抓紧时间榨干陈妈妈的余下价值。而同样的，就杭州那个徐某杀妻后，面对媒体进城，他还以智商不高来贬低自己的妻子。这两个犯罪者平时在生活中都藏着獠牙，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很老实的，唯唯诺诺的，是不是这都是一种表现？背负上了责任，他们就会产生极端的扭曲心理，从而伺机作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案例，感谢小妹的分享，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